上前一步者。 蒙鼠兽魂，周元，不要错过。幸好没被吞吞吃了，不然要想再找到第二条四品蒙鼠元兽，不知又得费多少时间。一百盘元兽肉干，成交。这下修炼祖龙金第一重通天玄蟒蝎的材料就凑齐了。 吞吞，解决掉黑毒王，再给你两百盘肉干。跟我战斗，还敢分神？魏将军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我不过也是替人办事而已。和你身后的大家伙说去。魔掌。 脑子的畜生，我的毒气你也敢碰？畜生就是畜生，居然自己找死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竟不怕我的教魔毒？殿下，我认输。你放我离去，我宁可换大招也死也好。今日你折戟在此。 就没人敢再犯我大周边境了。那我投降大周，为皇室处理怎么样？殿下，此疗狠毒狡诈，小心被反噬。殿下，请给我一个效忠大周的机会。瑶瑶姐，你有什么手段能够控制住黑毒王，让他日后不敢生出反心？有是有，但得在黑毒王没有丝毫反抗下才能施展。 黑毒王，你若真有此心，就下了任我处置。若不愿意也没事，就用你的命为那些死在你手里的大周子民赎罪吧。别打了，我愿降。殿下，殿下，我愿降服。 哼！你若真心降服，就让我在你身上种下一些手段，如何？是。抬头。黑毒王，收敛你的元气，不得有半分抗拒之心，否则此法不成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 叫锁神子母纹，若你敢心生反意，只要催动母纹，你的神魂就会顷刻覆灭。这是母纹，若他有一心，捏碎即可。日后你就为我大周征战，也算是为你造下的那些罪孽还债吧。是，殿下。 若只是神魂攻击，想上周元可不太容易。虚境中期，恭喜殿下成功得到御阴果。周元他们应该还在跟那六个天官境战魁苦战吧？陆统领，快让大家攻击战魁的后心。火灵隧就要盛开了，我们快过去。
来的倒是挺快，周岩，奉劝你最好马上离开，否则等下想后悔可就晚了。大将军，火焰碎就要盛开了。裴城主，接下来得请你出手了。看在三座郡城的份上，我自会帮到你。魏苍兰。 儿最近怎么样了？找死！殿下，你们去毒火灵髓，我来对付这个老毒物。哟，金戈起，那人是魏苍兰。早就听说黑毒王和魏苍兰不对付，最好拼个两败俱伤。黑毒王，这一次我定要斩你。就怕你没这个能耐。 而这些年所受的折磨，将加倍偿还。试一下我的降魔老。 魏苍兰，你可真不长记性，还敢与我的瘴魔器硬碰！你以为我没点手段，会随便给你的毒气接触吗？此为万木御毒纹，是顶尖的三品原纹，将它催动，能够防御百毒。有这原纹相助，我不用再忌惮瘴魔毒。我爹占上风了。 以四品蟒属元兽兽魂为核心的巨蟒战魁，几号？你在搞什么鬼？多亏周岩殿下最近声名鹊起，让大武加大了对我们的支持。这叫控魂笛，专门用来控制兽魂。控魂笛，我就请他出来陪你们玩玩。大武，刚好这巨蟒战魁的核心就是一道四品蟒属元兽兽魂。 认命吧！娘，你就是我！你是谁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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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办法，陆统领他们不是那头战魁的对手。瑶瑶姐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接着，这家伙吃了你这么多元兽肉干，也该帮你干点活了。瑶瑶姐，你是说让吞吞去对付那巨蟒战魁？好吧，吞吞，你要能干掉那大家伙，十盘元兽肉干。保护殿下。陆统领，你们先退下。相信瑶瑶姐。竟把一头小兽丢出来，看来你们真是黔驴技穷了。周元，今天定要让你们全部葬身在……派出禁元兽，看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啊！但愿他们能动于色。周元从哪儿找来这么一头太出禁元兽？火灵碎石开了，快过去！陆统领，你带人协助吞吞，我们去追齐浩，不要让他抢先了。我也留下来陪吞吞，还有盯着那些人。妖姐，放心吧，有吞吞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齐王府的人和魏苍兰他们开始去抢火灵碎了。哼，先让他们打，等我们大队人马赶到，他们也该两败俱伤了，到时候再动手不迟。大公子，他们追来了，你带人拦住他们，等我拿到火灵碎，亲手宰了他们。是。
你可真有勇气，一个人也敢跟过来。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齐日天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齐王府顶金元气，金石混元气。原来你已经到了氧气境初期，难怪敢单独面对我。不过你的元气这么透明，还没修炼功法吧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此寻死路。然。是喜欢硬碰硬吗？再来。氧气境初期，连功法都还没修炼，看你能撑多久。你想要打多久，我都奉陪到底。殿下，前面到了求魔城，谁要敢染指我大周疆土，斩了便是。那就希望你不要落在我手中。此
此为万木御毒纹，对付障魔毒应该没问题。既然八妹打头，那就开辟气符。血色气符，从没听过这种事。殿下，战魁宗遗迹到了。遗迹上空有原文结界。战魁宗以前应该是有一道护宗结界，后来宗门消失，元气枯竭，这结界也就逐渐消散。眼下这里还有一点残留，若是在空中乱闯，就算是太初境强者也未必吃得消。那我们就走地面。刚才路上大将军说火灵穗离完全盛开还要5个时辰，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先去御阴国所在地，再去夺火灵穗。听说御阴国那边已经有不少人去过，但都没能得手。我们过去看看能否设法拿到。遗迹内车马难走，进入之前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藏好。是。哦，他们往御阴国方向去了。是。周元怎么把此物看得比火灵穗还重？别小看御阴国，那玩意儿能够增补寿元，可是价值连城。我明白了，周元是要赶在火灵穗盛开之前去为他母后找御阴国。哼，那小子屡屡坏我好事，这一次我倒要瞧瞧御阴国落到我手中时他会是何等气急败坏。走，追上去。传说战魁宗鼎盛时曾拥有10万战魁大军，在黑渊这一带所向披靡。如今虽然宗门覆灭，但这里依然残留着不少战魁，都小心点儿。是。10万战魁，放到现在，只怕很难有王朝能与其匹敌。真不知如此强的势力，为什么会消亡？怎么了，妖妖姐？小心，有东西在靠近。滴血！后面应该还有更强的战魁，天官境护卫在殿下周围，保存实力。青青，在你带些氧气境将士去解决这些兽魁。是，跟我来。是。他们不知畏惧，永远不会疲倦，加上浓雾罩目，对付起来确实有些麻烦。我也是氧气镜，我去帮忙。殿下，你是万金之躯，不可轻易涉险。放心吧，我的实力自保没问题，你们先保存实力。殿下，我陪您去。陆统领，劳烦你们保护好妖妖姐。周元，这里的雾很诡异，连神魂探测力都削弱不少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
有位姑娘，浓雾太厚了，其他人未必能感知这里的情况。怎么样，瑶瑶姐，你看出些什么没有？你猜的没错，这些兽魁确实是以原文为驱动，只要打破他们的原文，就能消灭他们。刚才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战魁，对我们的战力消耗不小。不过我们也弄清楚了这些战魁的命门，接下来对付起来应该容易些。遭遇这么多战魁，看来周元这个开路先锋当得挺不容易的嘛。看这样子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追上他们了。殿下，前面就是御阴果树的位置了。算找到你了。殿下。周元，这湖泊有些古怪。否则这些人早就动手了。他们似乎在忌惮什么。这湖泊半空布满了残破的原文结界，恐怕连太初境的强者也很头痛。那踏水呢？这水也有古怪。那些家伙来了，
周元，想得到这玉婴果，可得问问我同不同意。好啊，玉婴果就在那儿，你还等什么？我们还是别再观望了，人越来越多，再这样下去连汤都喝不到。不等了，拼一把。有人过去了，不要命了，疯了。救命啊！这湖面上元气越雄厚的人越容易沉，阳气境尚且如此，太初境就更没法度过了。这个战魁宗似乎是重元文轻元气，而且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让元气越雄厚的人越难以度过湖面，他们要守住玉婴果也就容易多了。可不用元气怎么渡水呢？神魂、以神魂之力赋予脚掌，应该就能立于湖面之上。再过三个时辰火灵穗就要盛开了，没时间观望了，我去试试。殿下，这太危险了，玉婴果关系到母后寿元，我怎么也得去把它拿到手。周元，小心些。真的可以用，原来是要用神魂。赵清风，在。你师父赢大师就是被周元那小子害死的，你想要报仇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另外，你要是能够将玉婴果夺来，日后你就是我齐王府的客卿，修炼资源我齐王府尽数为你准备。大公子放心，我已经达到虚境中期，只要是比神魂，他绝不是我的对手。今天我定会宰了他，为师父报仇。嘿，齐浩派出的那人神魂似乎不弱，对殿下怕是一大威胁。如果只能用神魂的话，我倒是可以一试。妖妖姐的神魂虽强，但无法动用元气，谁知道里头是否还隐藏着其他危机，去了太冒险了。师父把你托付给我，我绝不会让你去冒这个险。你就在这里先看着，如果我出现问题，你和大将军还可以救我。我出发了。顺利的。是啊，没想到这么简单。早知这样就不用在这傻站这么久了。不对，战魁宗那么重视于因果，不应该只有这一道手段。神魂攻击。